欢迎收看《混剧丢丢丢丢丢丢丢》。我喜欢会运动的女生，我一定要在全中运里电爆你们！来，听说你想要电爆我，还想参加全中运呢？也不是没有机会啊。学长，那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？110年全中运在云林举办，在阿善县长与执政团队努力之下，让大家不只认识云林的好山好水，也看见云林的改变。在21个运动项目之中，云林拿下了22金、23银、26铜，打破了以往纪录，十分光荣。那请问一下学长，那下一次什么时候举办？我好想赶快从练习生变成运动员呢。这是云林等了34年，年导宴呢？你要我要去参加银发族运动会吗？哦，晕倒。学妹啊，不过114年全国运动会也在云林办哦。真的哦，好开心啊！晕倒。是你的洋芋片啊。好啦。